推介過呢一隻嘅紡織股嘅。誒點解會揀呢一隻？同埋佢哋話貿易戰，點解你揀紡織股？係啊，貿易戰你唔發覺今次貿易戰係淨係打啲 high end 嘢嘅咩？即是那些科技那些是吗？是啊是啊，即是美其名是贸易战，但是实际是贸易升级，不是，是那个科技啊，科技2020，即是工业2025啊，科技升级的 product 嘛。嗯，即是你反而你最 low tech 的，你有没有听过特朗普就去打，是没有的嘛。high tech high 嘢。跟住重要就是胡泰是其实他将他主要的厂，即是讲回一间公司，就是其实他一路我记得海啸之后他都做得很好的，去到2013年就是加人工之前，即是加人工 加得很劲之前，那他的客仔是欧美客、美国和日本客嘛，那他们的厂搬是的搬去越南，那他都搬去越南的很多产能，但是问题就在于他在越南都管理得很差咯，即不是很差的，是管理不掂，搞到成日都即是那些工人啊揸货车塞住那个厂门口啊，即乜都做不到，又成日爆冲突啊这样。跟住但上年买了给一间日本公司东丽的嘛，那你好像执返好晒啲嘢的时候，间公司可能又去返增长期，那你有得去咯。